Smart PLS 是潜在变数建模的里程碑。它将最先进的方法，例如 PLS POS、IPMA、Complex Bootstrapping Routines， 与易于使用且直观的图形使用者界面相连结，简化了复杂的建模任务，使其成为研究人员的首选应用软体。PLS SEM 也是研究者和学者的重要多元分析方法。Smart PLS 可以轻松存取这些方法，可帮助研究人员全面了解测量和结构模型的开发和评估。Smart PLS 4有什么新功能？一、CDSEM， 您可以执行基于共变数的结构方程式建模分析。因此，您现在可以使用基于共变数之 CDSEM 建立、估计和评估模型。您也可以使用此新功能来执行验证性因素分析。二、重新设计的使用者操作界面，您可以期待一个从根本上更新和最佳化的使用者操作界面。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基于最新技术开发了此功能，因此 Smart PLS 将拥有长远的使用生命周期。四、加速数据导入，需要分析的资料通常以 Excel 或 SPSS 档案格式提供。Smart PLS 现在可以直接读取这些档案格式，无需先转换为 CSV 档案。三、新版本有更快的执行速度，此版本在许多计算方面的效能都有显著提升。像 Bootstrapping 或 FIMIX 这样的演算法现在会比上一版本还要快。五、能根据结果产生新的数据文件，现在可以直接根据计算结果建立新的资料文件，这对于高阶模型尤其有用。您可以选择新档案中应包含哪些资料，例如 PLS SEM 计算的分数。之后您可以立即使用该文件进行新的计算。六、能并排比较。在新版本中，您只需在我们的比较视图页面中开启报告即可更轻松的比较报告。七、储存您的报告。最后，新版本可以储存 Smart PLS 报告并稍后再次开启。当然也可以汇出到 Excel 或网站。八、能自定图表。新版本可以让您自定图表。例如，可以定义新的颜色或点大小，也可以更改许多其他属性，并可以将其储存为新的预设值。九、Smart PLS 4现在也支援新演算法、模型类型和结果表示，包括使用高斯关联方法进行内生性评估。必要条件分析 NCA 包括显著性检定、回归模型、路径分析与过程，包括条件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拔削法、多重调节变数，例如三项交互作用，在大多数演算法中考虑变数的尺度类型、标准化、非标准化和均值中心。 PLS SEM 篇最小平方法分析，欢迎今天就下载 Smart PLS 4试用版，协助您全面了解测量和结构模型的开发和评估。您的直觉，我们的软体。买正版软体找齐全企业有限公司，统一编号 28793967， 所有产品皆享咨询、支援及保固，并可开立二联式或三联式发票。Cheer Chain Enterprise Company, Limited, distributes and sells software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clients guidance when choosing software, as well as technical support.